好，新北市板桥区大观路上一间钢铁工厂在今天凌晨五点左右发生了火警，现场呢燃起了浓浓的黑烟，还夹杂着爆裂声响。不过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消防队接获报案之后呢是立刻的前往抢救，火势也很快的受到控制，不过起火原因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调查。